是飞行，让我们从仰望星辰走到了宇宙深处，直到来自昂萨星系的银河眼以原著的名义提出了所谓的天墙计划。建设天墙，超越限高，一律击落。别害怕，光州就该高高飞起来。是麦当。呜，一旦银河眼利用天墙把地球封锁，我们就永远都飞不出去了。与其在这里困等奇迹，不如飞出去拼一拼。不能把任何人放成地球，立刻启动。你们那可笑的玩具飞船又能飞多远？最多不就是出不去了吗？反正现在也没人想飞。明明一眼就能看到结局，为什么还要继续挣扎？开什么玩笑？放弃还早着呢。来！我们都忘了，这里曾经是最擅长飞行的地方。即使再可怕的困境，只有冲上去